Hello，大家好。我这是刚刚洗个头，化了妆，我好长时间没出门了。然后平常也都是晚上的时候录视频，一会儿我决定出去买点食材，然后今天晚上看看今天晚上吃什么。夜市啊，夜市真是我打下的精神，马上回家就开了。Hello， 我回来了，又到了晚饭时间，吃点饭包。好吃。烧大粉。好辣呀。干这啥？毛蛋。这带毛的才好吃呢。不好。来个葱叶，东北人吃饭离不了葱，离不了葱，好吃。沙干比脸还长的沙干，好硬啊这干儿，小心肝。